老强的气浪崩死了，快走。事故发生在昨天晚上10:50左右，地点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天津。那么有的呢，已经成了这个碎片，甚至是这个燃烧和爆炸之后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整个爆炸现场的核心区域，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嘛，这里拍摄上。近的百姓也在思考这个到底这个空气质量如何，包括这个交通状况如何。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由为了保证安全，安全部门在这个起火点、爆炸点的周围，大概至少有中间，基本上已经占满了半个天空。哎呦我去你妈！看这俩车。建筑物和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爆炸的爆炸。各这个海关大楼，包括底下的这个验放区域，整个的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全部停止了这个工作。我们在征得同意之后呢，在今天下午2:30的时候是进入到了这个人员已经疏散撤离的区域当中去拍摄到了一些画面，这也是可以说。